们群里有老师在发一个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我知道。哎，我知道，小红大哥，哎，小红子说，圈圈A B C 是 B 还是 C？
盒子哦，小偷偷偷把第三个盒子偷走，刘奇君，你事情有好多不妙耶，不知道哪个会是正确的，只有把正确的拿上去放，他才会解开我们的秘密，我们的开锁哦，否则我们才可以找到你，对不对？第六次是谁？
就是可以把它打开，你们玩。